生有者，伫闽南安壁画，查甫查某做阵生牛、骑牛、扭牛角、上牛、跳落涂骹，跳不出神威。这是在皇宫里面的壁画嘛？他们壁画，他们这好像西洋的那个西班牙斗牛的一样，他们是在那边耍牛，有的跳上去，有的跳下来啊，那、啊、在这边、啊、有的拉的那个牛角在。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故事的，其实这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图书式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它是一个耍牛的一个状态啊，所以它既然是神话，就可能有很多种讲法啊、哦，有很多种讲法，所以我想在皇宫里面的壁画里面有很多的故事，那么这些故事也就是他们的文化的底蕴嘛。比方说我们台湾人有很多的谚语。那谚语里面都有台湾人的生活情境，像我咧讲，是有一个俗语讲，你这人胃爆掉，你去胃盐灌出来，胃爆掉，你去把酒会涩，盐灌会咸，啊咸加涩，啊这人唔是台湾人一定听无，台湾人嘛不一定听无啊，就是你在讲月亮的故事也好，像花果婆的故事，那是东方的神话。那西方的古话，你假如不接触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他们的。比方说，迄、那个我咧讲迄个雅典娜的故事，爱情故事哦，爱情故事都非常的复杂。那一天去的状况是游览皇宫吗？哎、欸，对。因为去那边其实都是看遗址啊，遗址都是王宫嘛，还有一些油窖、酒窖之类的。因为皇宫里面拢有那橄榄油嘛，你知道希腊人哦，他们听说出生的时候，出生出来都要小孩子浸在那个橄榄油碗顶，那是浸水浸油呢。哦，啊，所以油对他们讲是蛮重要的啊，蛮重要的。哎，生牛者。在闽南安壁画，查甫查某做阵生牛、骑牛、扭牛角，上牛跳落涂骹，跳不出神威。